前的オペラ館啊，现在在修理。对面这个不晓得什么。昨天说塔罗，塔罗，这一个红绿灯。三周Stefan蛮大的一个教堂，这里开一个正面前部，因为我才不久前才拍过，走不进去。这里好像很像有音乐会表演哦，好像是跟维也纳一样有什么秀，座位排的那么多，那个盖起来大概是银幕，这建筑物也蛮有气派的。就是多脑的边，八面都是中国，要看下面说明啊，可以，行，大概拍一下。Intercontinental。这是一个大的不对的名字。Hier sind die Vormtheater.
跟酒。还有一个桥，哦，忘记是哪一个桥，反正三个桥都很漂亮。You decide. You decide the time. 曾经搭过去那个游览车从这山洞过桥，现在我们要搭缆车上去。这个吧，这个吧。
同样两只狮子，答案是向那边。现代化的这种玻璃，对。而一个雕像，对，有，是是是，不安的对，我是 A。对啊，这里不变，这里是最热闹的地区。这里是，这是真人街头表演，这里都是很多名店，很多地方名店。来一个芒果，这么年轻也在卖菜，卖菜，好像是唱日本歌的样子，就叫唱片。